和军师姐姐一起呼呼地坐飞车呀，可是她好像会晕倒。可莉真敏锐啊，一定是从军师姐姐眼睛里看到了旋转的星星吧。今天的少了一点哦，昨天有很多很多金色的星星。妈妈要是在的话，可能会说这些星星全是掉进云朵的鱼吧。